你往哪跑你啊！我来这边找刘星河，没想到你也在这边，正好省得我到处找你了。到底要怎么样呀？我想怎么样？你拿了我3万块钱跟刘星河跑了，害得我在全村面前抬不起头，你还问我想怎么样？你现在就跟我回去全清，要不然咱就就地从轻吧。流氓！怎么样？ 不愿意呀、啊？你有精病！我看你往哪跑啊！跑，你往哪跑？要不就给我钱，要不就就地全清。李朵，你谁呀、啊？老子就是王金彪。你小子在外面混了几年，不认识我了是吧？忘了我以前怎么揍你了是不是？彪哥。 你怎么来了呀？老子是来……那个家里的人让他给我捎了点东西来，没事，星辰哥，你先忙去吧。李朵，真的不需要我帮忙。没事，你先忙你的。彪哥，那我先走了，有空聚啊。 哎，还跑？你遮遮掩掩什么呀？你干嘛不告诉他我是来接你回去成亲的？啊？怎么？喜欢他？少废话了你！钱我会还你的。会还我的？什么时候还给我呀？我只要凑齐了就会还你。凑齐了就还给我？你凑十年我等你十年啊？郝一朵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凑齐了就算了。 凑不齐我有你好看的，一个月就一个月。你先回去，我只要钱够了，我就给你打电话，你就来取。你想得美你，一个月，你跑了我找谁要钱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天天待在这里，我天天看着你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。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再见，再见，老师再见。 董事长，今年看您在福利院里慈爱的样子，真的适合平日里工作雷厉风行的感觉，大不一样了。少拍马屁，倒是你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被你搞砸了，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是，我一定反省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女记者苏梓潼是你女朋友？啊，你是不是把她给得罪了？是，是有一些误会。 去把他给我追回来，真是牺牲自己的女人成全自己，这是一个男人最不该做的事儿。谢谢何董关心，我的私事儿我一定会处理好。你想得美，谁关心你的私事儿？他是苏文勇的女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是个宝贵的资源，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了，你办事用点心好不好？ 子彤，我还是有点紧张，你看我又没有文凭，又没有工作经验，还是算了吧，啊！哎，金河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加油！可是我没信心啊！哎，你先喝杯咖啡提提神吧，加油！怎么样？ 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？可是我还是害怕。哎呀，爸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决定呢，陪你进去壮壮胆，但是呢，又怕我爸当上同事认出来。走吧，我陪你进去总可以吧？啊，你这样好漂亮啊！哎，好了，走了。好好看。谢谢。
讲你四楼那个了啊。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没关系，既然来了，就试一下吧。加油！哦。子彤。过来。咋？穿成这个样子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来陪朋友面试的。你就不怕别人看见说我搞特殊啊？我就是怕被别人认出来，所以我才乔装打扮了一下。没想到还是逃不出老爸的慧眼分心。老实到外边待着去。别影响招聘，否则我取消你朋友的应聘资格。别，我走就是了，我现在就走啊，现在就走，拜拜吧。最后一个刘星河，哟，这些都是你弄的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这就是局长办公室，你稍等。进来，局长，这是我们苏局长。苏局长好。你好。您就是苏局长啊？你认识我吗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梓潼说，让我别说是他的朋友，他说，怕误会。还算他明白。但是举贤不避亲，听王秘说你表现得很好。啊，我们这不是还没开始面试吗？面试已经结束了，你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等待就是面试，只有你一个人通过了。啊？可是我没什么文化，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。那些工作虽然都是琐碎的小事，但需要细心和耐心才能做好。在这一个小时里，整个屋子只有你注意到这些细节，也只有你愿意动手去做这些事情。文凭和经验虽然重要，但工作最重要的是适合的人，而不是高学历的人。希望你今后好好干。这么说，我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恭喜你，已经顺利通过了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。走吧，跟我去办手续去。好，好好干。谢谢苏局长，谢谢啊，我会好好干的。来这边。我就说吧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有点意外。为了庆祝你求职成功呢，我特地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当当当当，书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书啊？这是我刚才在等你的时候去旁边的书店买的。
这两本书呢，一本是电脑操作入门，一本呢是初级职场英语，平常都是能够用得着的。嗯。哎，你不许偷懒啊，不然我会定期检查的。嗯。你打开看一下。心中有梦，路在前方，与你共勉。谢谢你啊，梓潼兄弟，我会努力的。嗯，加油！谢谢梓潼兄弟，有你，有书，还有大海，我觉得好幸福啊。我的亲哥哥，你说什么呀？内勤，那不就是清洁工吗？你要找工作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在公司的地位，现在可以给你找一个体面的工作，也不用出去丢人。我可没觉得丢人，我觉得靠真本事挣钱挺好的，对吧？不像某些人给仇人打工，我觉得那才叫丢人呢。哥，你的人生观怎么就这么狭隘呢？你说你好不容易来到城里，你也不求上进，不是发小广告就是做清洁工，啊，你有点出息没有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是梓潼他主动说要帮我找工作。再说了，他父亲人也挺好，我不想辜负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梓潼给你找的工作？是啊。哥，去政府机关单位工作，不是都要大学本科文凭吗？哎呀，他父亲说合适比文凭要重要。嗯，他爸还说做内勤需要踏实细心的人才能做得好。我真搞不懂你啊，你傻了吧唧的怎么能把梓潼哄得这么好，还让他帮你找工作？谁傻了吧唧的？我又没哄他，我们是好朋友好不好？哎呀哥，你别逗了，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那我就等着看了啊。你就看着吧啊。你赶紧睡吧，我还看书呢。干嘛呀叫我？闺女，赶紧坐着，今天人家送了爸爸点好茶，你来品尝品尝啊。这可是黄山上第一棵树啊，上面采。哎，嘿，闺女，怎么了这是？不高兴了？啊？你来干嘛呀？你不喝茶的吗？没有，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跟我说，千万别瞒着我。我跟你说有用吗？王金彪来了，非得让我嫁给他。嫁给他？啊呸！咱不说好了吗？要嫁就嫁个城里有钱人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我来做主。行，你给我做主啊，给我6万。王金彪说了，只要把钱还给他，这事就算了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呀！闺女，这你都看见了。咱们厂这个新订单也没来，我到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那你说什么说？反正他就给我一个月时间。要不然找找星辰，听说他最近混得挺有出息的。怎么找呀？他现在的钱全部都要帮着星河还给我们酒店。是这两个倒霉孩子，连伙食费都交不起，真是指望不上。所以我就说了嘛，赶紧找一个又对你好又有钱的男朋友先处着，这6万块钱对有钱人来讲不算什么。嗯，向南站啊。哎，你这不多的是吗？这个，我看这就行，这就行，我帮你约约啊，我帮你约，就是他。
请问小姐需要喝点什么吗？有没有茶呀？有的，您稍等一下。哦，谢谢。 你不记得我了，赵总？就是啊。哎，你的头发怎么？哦，我头发。哦，我前几天戴假发，今天天气很热，我脱了。哦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久等了你。我也刚刚才。服务员。哦哦哦，谢谢。 倒茶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哇，好小姐，你皮肤好滑呀。赵总，你的皮肤。赵总，你好漂亮啊，好小姐。赵总，真的好漂亮。哎，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我家里还有好重要的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小姐，好小姐。 说啊，一朵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一朵今天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？这么晚都不回家，你也不担心？嗯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一朵相亲去了。什么？他相亲，他跟谁相亲去了？那，肯定是比你有钱的人。 好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利用自己亲闺女去做发财梦呢？真不像一个做父亲的。哎，一朵。 你去哪了这么晚才回来？看你穿这个样子，还穿那么高的鞋，你也不怕摔倒？别烦我了。哎，你去跟谁去相亲呢？我爱跟谁相亲就跟谁相亲，你管得着吗？是，我管不着。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成婚，但是你要看在我们从小。 是兄妹一起长大的份上，那我也得管你啊。行，你管我，给我6万块。6万了，我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再说了，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我要是没有这6万块钱，就被王金彪带回去成亲了。6万块，我。 上哪去找那么多钱啊？这得下多少个鸡蛋？来，刑侦，打一个。 董事长，我从来没有打过，我不会。人这一辈子，什么都有第一次。高尔夫球啊，是一个高尚运动，想跻身上流社会，必须得学会打高尔夫球。来，试试。那好吧。 再来，杆握紧点啊，别着急，打得不错，谢谢董事长夸奖。哎呀。
你的确是一个学什么像什么的聪明人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好，起点那么高。哪像我这个包工头出身的呀，当年整天的你里来回里去的，整天灰头灰脸的，哪知道什么叫高尔夫球？老长，您胆识过人，莫忘沉默记。胆识过人，这一点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虽说这家酒店。 倾尽了我一生的积蓄和心血，但是我在昨天把它抵押给银行了。董事长，这可是个大胆的决定啊！嗯，这家酒店虽说现在生意不错，但是我不满足。荆州的地产业如旭日登升，势不可挡，我想染指一下。因此，我决定把酒店抵押给银行，拿出点钱来，在荆州买块地皮。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参与这次土地竞标。没想到董事长这么器重我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哇，好球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这杆打得真好。哎，霍老虎，远看你们俩长得还真有点像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哪个小秘书的私生子呢。哎呀，恐怕我这辈子呀。 都不可能从你嘴里边听出一句好话来。你要是真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，算是你的造化了。比起你们家的那个败家子，强多了吧？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？哎，要不咱俩打一局？开玩笑，我凭什么跟你一起打球？你是不敢跟我赌吧？我不敢跟你赌，就凭你那水平，我还怕输给你？笑话。那行。 那咱俩就赌一把，赌就赌。多少钱一杆吧？赌钱啊！你说你跟我都不差钱儿，对不对？咱这样，我要是赢了，你保证这辈子别找我的茬儿，行不行？那我要是赢了，我天天请你吃饭啊。我要是赢了，那你就要告诉我，把我儿子扔在哪儿，别没完没了的折磨我。行了，开球吧。 你倒挺有本事的啊，办砸了这么多事情，和美琴还把你留着。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也别得意的太早了。为了赢我失去了梓潼，是不是很后悔啊？谁说我失去梓潼了？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不过我要谢谢你，你把梓潼往我这儿推了一大步。<笑> 你以为梓潼不跟我就会跟了你吗？前些天我还看到他在大街上跟别的男人手拉着手。谁？关小伟？怎么可能是那个笨蛋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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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虎，老虎，伤到哪儿了？让我看一下。啊，没事吧？您既然这么心疼我。 为什么总是处处跟我过不去啊？啊！我是怕你死得太早，少了竞争对手没乐趣了。董事长，我扶你起来吧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女人就是女人啊，一辈子都改不了。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靠街道特别近，因为这是一条商业街，啊，所有的护栏一定要做到比较严密，若出了任何的事故很麻烦，啊，还有这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。哼！哎，你怎么没敲门就进来？这要让别人看见，他肯定说我儿子没教养。 哪知道您有个亲儿子啊！我听刘刚说了，您准备让刘星辰代表公司去参与土地竞标。对啊，怎么你有意见啊？我当然有意见了。你怎么能叫一个外人去参与这么重要的活动？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出问题？
这么多事情都在你身上出问题，我看别人没问题。我看星辰还是蛮稳妥的。哦，对了，上回那件事情，我还没找过你，你今天又来得罪君臣。出去吧，这儿没有你什么事儿。那好，那我跟你说好了，如果你不用我的话，我这两天可就要出国了。如果你再想找我，恐怕你就找不着了。回来。老先生，我跟他有点事儿要谈，你一会儿再过来，好吧？好的，董事长。我说你个混小子，你走了谁帮我看合同？啊，有这么多的文件需要签署，谁来签啊？你可以找刘星辰嘛，你不是觉得他比我稳妥吗？这种事儿，他能交给一个外人吗？好，你现在知道你有个亲儿子了，觉得别人不靠谱了？你呀，这么多年，你就欺负你爹没什么文化？哎呀，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嘛。其实啊，这的确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，也正好让你去学习锻炼一下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就再以一家公司的名义参与投标，啊，一来呢可以形成合围之势，我们胜算更大一点；这二来呢，我也借机考察考察，看看你俩谁更合适。合适什么呀？爸，话别说一半啊。更合适谁当我这个公司的副总？当然是您儿子我了。上阵父子兵，没有比儿子更合适做您副手的了。我看未必。废话少说，凭本事吃饭。我告诉你，这回谁竞标成功，谁来当这家公司的副总。另外，我再奖励他跑车一辆。当然必须是您儿子我了。哼，我还真担心啊，你没那个本事。必须的，爹。嗯，星辰啊，来喝水。你这画什么呢？这叫做标书。标书？标书是干什么用的呀？投标用的。哎，哥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我要是成功了，不能说功成名就，至少可以名利双收。啊，我大学四年的书就没白读。我弟弟肯定行的。哎，要不你教教我呗？哥，不是我不想教你，我教你你也不懂。他需要用大学学的知识，再加上计算，再……哎呀，跟你讲了你也不懂啊。总之等你功成名就了，哥就跟你混了啊。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哎。Good job. Good job. Job. Good job. Good idea. Idea. Good idea. Good idea. 哥。啊？我说你现在这个工作还要学英语啊？哦，没有了。现在用不上，不代表将来用不上，对吧？梓潼说了，他要。随时要抽查的，我老是记不住，昨天学的，今天又忘了。就这脑子能记？I believe。星辰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呢？啊？爹，没事。你哥小时候学习不比你差，而且脑子聪明，又喜欢动手去实践，要不是为了供你读书啊。啊，我可真不愿意让你哥这么小就不读书了。爹，别说了。你应该啊，一辈子都感谢你哥。爸，这事儿你要说一辈子是不是？你不这么说你哥，我能这么说你吗？这好了，哎，星辰，你看他说不得了。星辰。谁呀？哎呦，刘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都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躺在这玩啊？和你竞争的那位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在努力，你倒好，躺在这儿，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！想赢，你就要拿出行动来呀！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行动呢？我只不过是没有那么死板罢了，我自有自己的努力方式。怎么，你还有秘密武器？那当然了。你想啊，这次招投标的关键人物是谁？当然是苏文勇局长了。那就对了，他女儿最近正是感情低谷期，我和他从小是青梅竹马，我这个时候找准点下手，比有些人在傻兮兮的干等着要强多了吧。我管小伟最擅长的就是整合资源，曲线救国。这个主意真不错，你小子行啊！这个时候你施展出你的浪漫攻势，一定会一举拿下他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这就叫小伟出马，一个顶俩，耶！哇哇，漂亮的这么强的样子，好漂亮，这好可爱的哇，谁买的花啊？办花展呀？那您是数字虫小姐吗？啊，我是啊，怎么了？请到这里签收一下吧，这是送给您的鲜花。我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苏记者，没做出什么好新闻，成天把自己弄成一个新闻。主任，这是你做新闻的方式吗？主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也刚知道这怎么回事的。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撤了。一会儿台长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跟他解释。哦，对对对，散了，上班工作。喂，宝贝儿，喜不喜欢我给你的惊喜啊？有没有觉得自己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啊？幸福你个头啊！果然是你搞的鬼。哎，我说管小伟，你怎么想出这么俗的招啊？真是羞死人了！你一会儿快点把花给我。活的我都帮他们的忙。钱介存啊，是刘花香的钱介存。对呀，你也知道啊。我只知道，我以前在那儿插队当知青啊。啊，这么说，我还跟您是半个老乡呢。哎，你父亲是谁？没准我会认识。我爹叫刘清平。是刘清平的儿子啊。那彩霞是你母亲？对，我娘你也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快快坐上，我跟你好好聊聊。你父亲难道从来就没提起过我？没有。那他们跟你说过，我他管老虎郝旺财，我们四个是扑灭山火的生死兄弟啊？真没有说，
不过我爹他很少提以前的事。想当年你父亲可没少照顾我，怪不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身上那股朴素劲儿非常熟悉。回头找时间我们俩得好好聊一聊，钱进村有我太多的青春记忆。行，等您空了再说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去忙吧。哎，梓潼，谢谢你的花啊，我们先走了。花好漂亮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梓潼，我也走了，谢谢。拜拜，拜拜。梓潼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这么大还没说过这么一束花呢，喜欢就好。哎，同样都是女人，你怎么就这么幸福？对呀，很幸福啊，梓潼，谢谢你的花。拜拜。好吧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亲爱的。哟哟哟，改行当卖花姑娘了。主任，要不你也拿一束回去送你太太吧？多可爱，小兔子。年轻人谈谈恋爱没关系，但是不要闹到单位上吧。是吧？嗯，以后啊，还是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啊。对对对，主任教育的极是，下次肯定不会了，一定不会了。主任再见，拜拜，主任。拜拜。哎，关小伟真是把我害死了，成天工作就已经够麻烦了，还成天来给我添堵。真是整天没一件安心的事儿。进来。局长，你有客人来了。谁呀？他说是以前区里柳书记的儿子。老柳儿子，请他进来吧。好的，柳同志，请进。来，老板，坐。宋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之前我爸去世的事儿让我心情一直不好，没来看您，所以还请您见谅。啊。老柳跟我是多年的同事，老朋友了。他去世，我们大家都很难受。那你今天来找我了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来找您，是来跟您认错的。认错？认什么错？我惹梓潼生气了，想请您帮帮忙。你和梓潼，你们俩？其实。早在两年前我们就开始交往了，只是我们约定大学毕业之后再公开恋情，所以一直瞒着您。他不做公务员去电视台上班也是因为我。还有这回事儿？那你们俩现在是怎么了？我跟他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，可是我去找他解释的时候发现他怎么了？发现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来往。这孩子做什么事情都爱走极端。小川，你们年轻人感情的事儿呢，我不便过多的评论。你们成与不成还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，但是我不会允许他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。那就谢谢苏伯伯了，今天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再来找到您。您不反对我跟梓潼交往吧？你们也都不想了。恋爱是你们的自由，只要你们能认真负责地对待感情，我不会反对。谢谢苏伯伯，那我不打扰您了，梓潼的事儿就拜托您了。去吧。哎，梓潼，你来找你爸爸。他在办公室里会见客人，要不要我去通报一声？没有，今天我来看望朋友的。看望朋友？这哪有你朋友？哎，就是前几天过来上班的那个呀。哦，你说那个清洁工啊？他工作挺好的，在那儿，哎，在那边。哦，好的，那我先过去了。行，你到那边能找到他。啊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
哎，梓潼，你来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那不就是浪吃饭？我想能省就省一点。哎，我说刘金河，你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吃饭能花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你朵遇到困难了，我想帮帮他。那也不能吃冷馒头喝冷水啊，这样对胃很不好的。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去。我妈。喂，妈。梓潼啊，晚上不加班吧？不加啊，怎么了？那你来跟我一块儿吃个饭吧，有人请客。哎呀，我不跟你吃饭了，跟你吃饭都没意思，聊的话题都特别无聊。今天这个肯定跟你有关系，而且是在最好的海鲜城。你最近那么累，那么辛苦。来，好好吃点东西。我真的不吃了，妈。你的笑随风舞蹈，牵动我每一次心跳。相遇后阳光闪耀，能让寂寞的心动摇。谁的好你都明了，而你总假装看不到。你就像一只鸵鸟，中着自己下的圈套，掩藏烦恼，独自拼掉。相爱的美妙，你到底要不要？还要多久你才知道爱有多重要？一个人不管多坚强，也需要拥抱。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等到你会不再逃？